顾总原本痊愈的心脏病又复发了，甚至更严重。他不会有事吧？暂时控制住了，但还是随时会出现危险。你怎么那么傻？鹿晗，我有没有说过不要碰顾一？你回来了。你明知道有多少人与在贝里斯为寻另一只孩子演丧命，你还让顾一去？我只想看一下他是否愿意为你以身犯险罢了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敢碰顾一，不要怪我不顾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。